起来吧，我已经有在拍了。那个已经用那个架的了。Video 是？对，架住了。哎，你点香啊，你点坏了点香了。好。你 OK 了。光上看要供了。好吧。你们两个主要的主要的主要。哦，好，要不他说，哦，你做老公，他说我喜欢你做老公，我说念念有词呀，这我形容不了，这样搞我想一下，嗯，算可以了。这样，对吧？他爸爸站中间呢。哦，对，哎，董事长在中间。好，爸爸今天是国历一月二十，一百年，民国一百年一月二十三号，农历是十二月二十号。哦。就是今天捷鸿科技哦，在桃园中壢市。云化路222号六楼第一室、哦、那今天是我们捷鸿科技公司的开市、哦、那希望北基柱啊还有蔡生爷、哦、还有众神明能够破底功破底功啊破底功碑啊那要保佑我们公司哦能够顺顺利利的然后赚钱那生意兴隆，财源广进，然后客户订单都源源而来，那也让公司的规模跟公司的发展能够日渐茁壮，每年都有更好的业绩，还有最好的更好的利润，那今天是中华民国一百年。一月二十三号，哦，农历24号，23号，哦啊，农历是十二月二十号，哦啊，今天在这边有爸爸妈妈林正达，哦，李彩玲，负责人，哦，负责人林正达，社长，哦，啊，这个合伙人林新杰、洪玉杰，哦，还有。林新杰，从美国回来。陈义文，好，我们香港人等，那今天在这边，来请众神明给我们，保佑，好，我们今天开市以后，生意大发。那我们在越南的辽国的生意，还有我们在土耳其，还有在台湾的生意都能够事事如意，顺利成功，宏图大展。好，谢谢。给那个集中给新杰他就好了。